开始。太可怕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的喜剧节目。换老婆今天。我瞒你什么了呀？我非常喜欢这个本子，作为一个艺人给大家传递快乐，我觉得就是我应该做的。我闻到了小鲜肉的味道。前面是怂的，然后中间是故意耍帅耍 low 了的。专门给他们一个 Q， 他们照很帅。小宝也不知道是天生配合我们还是怎么样，那一刻我们是帮他换尿布，一打开他就真的自己就尿了。然后艺兴一碰到那个我们做的假屎，他就整个人崩溃了。我的天哪，我那个时候我内心是无法承受的。在那个电影里面我爆发了。这表演天特别真实呀。哎，太可爱了。来吧，我们准备第二条吧。走开。兄弟如手足，这两个好兄弟已经在一起相处了很多年。还没事吧？扎破了。在接触到小孩，接触到这些事情的发生的时候，他们慢慢在成长。通过这个小孩，把所有对于爱的真谛领略到，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正能量。儿子，从天而降这部作品会是打开我心门的一个钥匙。这部片子非常适合全家老少块去电影院，也是我第一部影片。8月4号，不见不散。哦，12月4号，不见不散。哪来的孩子？这孩子是一个人能弄出来的吗？做个亲子鉴定，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到底认识啊？12月哦，2月别去了啊。